妈的，你会吃铁板吗？怎么可能？300多米卷起来，没有一个人都中鱼，然后可能会吃这个？这东西会咬？他妈谁发明的？我操！爽啊！哦，哎呀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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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深300米，能够跑800克再来。你手动精神，看到没有？动干没？啊，轻而易举下降卷，输在下降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，不要下降卷，马上吃钩啊！只有 JM 才能超越 JM。那呢？这头前的呀！干杯！耶！还是成功了。南海再次挑战南海，成功！交爆了。Jackie Must 再次去挑战南海。我们总共三个人带了25根杆子，30个卷烟器。尤其是铁板，从800克到1200克，我们有一个超级大粉丝志凯先生，他的心愿一直希望跟我跟纺车恶魔同时演出在我们的这个 DVD JM DVD 专辑里面，所以这次的船费他有赞助的部分。哎，志凯，讲一下你的想法，要出发啦。感谢刘董这次的邀约，我们准备出发吧。OK，Let's go。南海。又来，这次多了一个张总，要跟我们三个人要一起 PK 啊！每次出船都是 PK 啊，回来再深刻检讨每一只鱼没有钓到没钓到。第一站，我们要赶紧去休息。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12:30。疫情完全没有影响，妥妥。
俊豪浩，轻松掉啊！大家好，这次我们再来到南海哦，这次要远征300海里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直以来两三年我都没有钓过礁墨啊，大红鱼啊！我希望船长能让我去圆梦，钓一下这个大红鱼啊！来，船长这次带我们去什么钓场啊？哎，这次我们跑大概300多海里，我就觉得说我们前两年的钓的场都好像比较浅一点，还浅啊？对，我觉得说我看你们都有带800到1200克的铁板，800到1200。应该可以考虑大概300多米了，350到380米左右。船长要带我们去350到380米，手卷的哦，啊，有没有听清楚啊？有什么鱼呢，船长？我们那边有大尾长尾鸟，还有大尾金兰，还有大尾礁墨，对，安培德，安培德毛乌鳞，对，弄个鳞，安培德毛乌啊，安培德毛乌啊，安培德毛乌啊。那我们谢谢船长，我们期待哈我们的钓况。杆子好弯哦，你要不要紧啊？会不会断杆啊？得分，很像是鱼，不像狗牙哎。狗牙啊，这个巴拉扣打就是这种，北大古啊，最爱夜光铁板，夜光电路用完死了，跟你讲，我都不敢用，你看到？一早就挑蓝色的。不是啊，安杆呢？安杆了，得分了哦，哎。南海 PK 赛，屌啊！先得分了，屌！1-0，哎呦，高给造了哦！哎呦，小红杆了，什么九斤十斤而已、啊，不大。过来！杆哦，我也中狗牙了啦！出爽出爽了！杆哦，没有，狗牙很高啊，高就脱掉。我又来看你干的多少狗牙！哇，杆哦！好对哦，那红杆会在上面，这时间，老晚成功成功。哦，不是高伟。哇，这夹管啊，搁夹这边。那勾到了，你也不能逛。知道吗？裂掉，对啊。越上面越危险，我不会骗你。你像现在在绕圈的时候，角度晕啊，无贵外口。
对。那讲怪怪的，我看我要入水啊。哦，活的，断一个牙齿，断一个牙齿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头刚刚那个子掉了，身体已经掉了，在抖，你看头在顿了，有没有？好哎，哦，不小哎，哦哦，邓桃，邓桃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邓桃，啊，差不多高你看，我有没有？身上有没有？身上有没有？哇，我那栏杆夹管，在里头搞啊，哎呦 ，lucky 哦，没有，头在那里，头在那里，只尾钩头钩在那里。走啊！对了，你头高高，你也不会。哎啦，这样这样太滑了。安尼啦，好不？安尼做好，你家己看。好。对不？对啦。哎，好哎。哎，红杆啊，膝盖得胜啊，1-1。呀。我昨天有跟马祖娘娘拜拜，拿了 VIP 三只去给他拜，他们没有，所以他就中狗牙。刚那个刺松掉有没有？接杀！怎么那么险？接杀！接杀！哎呦哎呦，很干很干很干！哦，中狗，暴力慢摇，五号啊，慢下再中。哦，你刹车会太高啊？刹车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怎么可能杆子那么弯？哇！这不是狗牙，这不是狗牙。我们都下太深。哎呀呀呀！松掉，重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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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，不是狗牙，不是狗牙，啊，该狗牙，卖啊！啊，刀给啦！再短一点，也没有让他抓一下鱼，讲两句，得分呢，第一分呢，传死了好不好？传死了好不好？传死了，传死了才好，戏剧效果。传死就是要累啊。让他再放个多一点，哦，躲快躲快。
下大会。见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下象犬是唯一跳铁板里面敲底跟古人一样有优势的犬，而且呢，它在搏鱼的时候呢，它的 balance 平衡非常好，不会左晃右晃的。你不会用古人的人用这个非常好，吊纺车啊往下面，只会不爱排线的人哦，吊纺车的人来吊下象犬是最适合。你看我们纺车恶魔吊了3-2啊，赶紧追分啊！慢落钓大尾啊！明显敲底，你看这样子就好了，你看多好悠啊！中，看到没？啊，轻而易举下象犬，输在下象犬，你知道吗？你刚骨头要下象犬马上吃钩啊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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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看啊，直接这样放在护挡上面，直接这样卷就有了，看，是不是？蹬蹬蹬，这条红杆哦，十来斤有哦，呜，还会出耍嘞。原来我是输在装备，不是输在技术啊，是。哦，原来下象这么容易中哦，早就赶快用回下象，不然用股市的。啊，金色的杆子，金色的铁板，就差一只金色的红杆啊，3-2啊，咋通筋呢、啊？这脚步也高呢，丢起来再下去中的，对，丢三下就中，是尾钩的大张红啊。15-6有了，这条刮起来要有点功夫啊。VIP 台北鸟啊，五号杆，3号流氓 PE 线，500克的 VIP， 应该会迅速敲底，非常敏感。哎哎，中，接杀，对啊。哇，这接接的，哇塞！啊，变多的变多地方啊，变多地方啊，还是袂啊，也袂歹啊，慢慢拉吼，这也算一分吼，不能开玩笑。很浅呢，我没有敲底，你看，现在这80米就上来了。不可能，长尾鸟不可能。长尾鸟啊，长尾鸟，红的红的，加啦，加我的头皮啊，加我的头皮啊，耶嘿 ！VIP 钻石 VIP， 看到没有？长尾鸟，哇，这边你有够长的啦，尾巴好长啊。
这样是好的啊。但是我足称的，我三未打落来加呢。叫啊叫啊叫啊！你这落差很悬啊！3-3啊，老板得分了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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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有给妈祖婆婆拜拜的铁板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差、啊，也是一分呐、啊，不管了、啊，应该是红杆，应该是红杆、嗯，看到鱼吗？红杆对不对？不是红色的，白色的，你看，还在等啊，红杆，你看，妈的，不清不楚，透尾杆，不色不尾嘛，啊，是尾钩，你看。今天的鱼都尾钩啊！啊！看我应该加个小卷才对啊，尾钩。哎呀，世界名牌，5-4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看我解钩啊！专业路亚请出来啊！这钩子可以钩鱼，可以解钩啊！看好啊，看什么？轻松解钩。然后这样子，哎，装进冰箱。哟，干干，哎，安干哦，安干哦，定头。只有一次而已啊！不要啦！哇，没等没叫，红杆的。哦，不用，大高大高大高，6-4啊！
kinky， 真 kinky， 真 kinky。就是在那里。红干哦，这么没力哦，干！哎呦！哎呦，七分了，我操！哎，比数相差悬殊啊！啊！下来做烘干，你看，卤煮在说，你要学呀，要听啊，小干干啊，十五，上颚正吃咚咚咚啊，是不是？不是就闹鬼啊？不是啊，上颚正吃是啊。但是吃个勾，世界名牌哦，世界名牌，我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因为我没力了，可以提得起来啊这条，我没力了，我无力啦，我无力啦，可以提得起来没有？我没力了，原来都不对，下颚正吃。白色的，哦，长长的，哎，红干呢？红干啊！红干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世界名牌，9:6:4。哦。烘干啊，烘干，烘干啊，烘干。